是你用心头细数，总还是希望有了一日，有了功名寸志，厝内底平凡伫咧过日子，靠着我双手替人洗衫布裤，你也一心伫咧向上，可无机会。不但如此，婆婆你既然好嘛，你果是这么友好，但愿你为未来你的烦恼，这是当然。算我咱的家里哦，只剩我一个人，伫咧为钱想我，我伫咧想，若是我有你，无寸进不到，我连想我，所当大人袂当批评。像早也不如你，我也希望讲，我有你会当成功的一天。如今在我家中，一天过一天，也是痛苦过日。所以，你若要去，若是你要创进来，是我有你做证据。若要去到平时阿母家，我也会当管死你了。有你啊，你千万唔好。细想，家己自在舒服。虽然咱无别人有命这么好，可是来咱碰到天的机会，我知影，无疑一定要看有，为着满足老弟，你也一定真欢喜。满足老弟，可是我看见我是要去，是我自己的意志，我是要去找你合作。虽然厝内底无人食，若有这事，会当回避，我是要做官做老爷的道理。有你，这个金凤体是我的继承命。既然讲，我的红衫要上轿赴考的，差伊换做老爷，啊无安尼，你将这个金凤体起来。在往遐离近的路上，找一间当铺，来当一寡钱去，阿会当帮助你啊。这间房体是你的爸母留予你开的，对啊，你去我边度哪呢？玉姨，你莫跟我客气，我相信我红婿会得到。假使讲你若往遐离近，会当供养拢伊倒转来，但过。把这个金凤体收倒转来就好啊！对，你就是成怪如意，我有意会当带着你是三生有幸，你是万放心。如果我强有意，我寸进的一天，我一定会过上上好的日子。我相信你的抵抗，只是你何时要来去定的？我到今时啊，千里路途遥远，我应该这时就爱出去活动。那呢？我帮你准备适当的物件，多谢夫人你。闺女，真是好体贴的母子，放心，若你有成功，一定会好好报答你。有你，适当的物件我拢看好势了，但要甲宝宝讲一声。阿母身体无好，回家来厝内底休困就好。我出门，你甲阿母讲一声。我最近就是讲转来，好，我甲伊讲，我送你一条，多谢贵人。